其实他是酒精成瘾，在他拍戏的时候，保温杯里面放高粱酒，喝一点酒会比较温暖，也比较放松。他那保温瓶都喝光，好不好？你的保暖是杂结杂结，他是下掉啊，他整个是清空的。我有时候也是在家，就是喝红酒啊，喝红酒。来，你喝红酒，你一个喝多，你喝多少？你讲来。几瓶？他刚刚讲喝红酒嘛，来两瓶。两瓶啊！我有一个无话不谈的好姐妹，她是那种会来我家住，我也会去她家住，而且我们跟双方家长都很好，闺蜜了，非常好的闺蜜。跟家人一样嘛。对，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因为这么好，我们当然什么都会讲，包含我也会跟。跟他聊我当时男朋友的一些可能比较不行的地方，啥的，就是会聊一些可能就是闺蜜才会就女生之间聊的话题，很可能比较开，那个尺度根本就很大，就很信任嘛，就会觉得就是无所谓都讲。男友枪支使用要领，是也都会聊，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结果就稍微对，然后清枪，然后哦，结果他讲，然后呢，我这个好姐妹当时有一个暧昧对象，那她就是很喜欢。那个男的，他就为了要跟那个男的有话题，就把我跟他讲的这些秘密跟那个男的讲，讲了不打紧，如果说都不认识就算了，但那个人刚好是我的男朋友的好哥们，然后就一路传回去，然后我的男朋友就知道我当时是在外面怎么讲他的，然后就因为他这样出卖，然后搞得我们就是差一点。好 ，OK， 我别人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觉得很多事我们必须要。知道，我们不好奇，问到这里就好。我们只想问到那个男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对，这很重要。就是比较他使用的可能是手枪，不是狙击枪。哦，尺寸，尺寸。闺蜜间的小抱怨，对，小抱怨。OK OK， 了解了解。因为难免嘛，很好很好，这个你们现在其实爆料，你们只要爆料这个就不用惩罚。其实蛮精彩的，已经很精彩。可以不用讲了。还有李威峰，你是残酷二选一，到底是爆料还是惩罚呢？你什么哇？活的呢？哎，不是开玩笑了，那个牙齿没有绑啊，嘴巴没有绑。那么如果你不想要爆料的话，就亲亲我的鳄鱼。亲鳄鱼，天哪！因为我跟你说了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太近了，你手不要伸过去，因为它是没有封的，嘴巴它没有绑，哎，嘴巴没有绑，哎，嘴巴没有绑，这不是你们跟我讲是打屁股呢？不，那只要闻它的那个背这一边就可以，额头，额头，额头是不是那部分安全？不是我跟你说，音符，我就是真的闻。你这张帅脸要做挑战吗？你想爆料还是直接亲亲我的鳄鱼 ？I'm sorry。因为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很怕这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它不受控。我今天尽量爆料到我不用 touch 到它。我先讲一个简单的，哇，衣服完蛋了，衣服完蛋了。我简单先讲一个，音符，你们看她，比如说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知性女神，而且她阅读书籍，音符是个非常喜欢看书的女生，只要头头是道讲话，她一个月买书10000-20000块哦，真的买那么多，所以她是很喜欢阅读，所以很知性，但是其实她是酒精成瘾。到酒精成瘾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喜欢喝酒，我觉得他有点像酗酒，为信号飞走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要讲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解释为什么。你说，比如说他会在他拍戏的时候，保温杯里面放高粱酒，不会吧？太烈了吧？那高粱。我现在跟你聊的不是别的酒，而且他只放高粱酒。好，你觉得拍戏工作状态喝高粱酒这个？你算了，对不对？他只要在家里面下厨煮任何的汤类，只要有汤，他一定要加高粱酒啊，这就过分了。玉米浓汤也要加，青菜萝卜汤，那真的是成瘾的啦。对，高粱成瘾。然后比如说啊，你又觉得，我想说哦，你又煮烧酒，今天我第一次去他家，我想烧酒，我想你看他家怎么那么多调米酒头啊什么，你知道那种各种高粱，我说你是酒，他说哦我都下厨，我说哦那很正常啊，一道倒一瓶。
哎，我烧酒精倒完以后，那想要哎，我们就那我们等个一个钟头把它煮完。对对，来，不到20分钟，来当事人提出说明。对，我要先解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拍戏会去一些比较冷的地方，然后我觉得喝一点酒会比较温暖，也比较放松。然后因为刚好像我们因为高粱是透明的，所以大家就不会知道你喝的是高粱，大家以为你喝的是水。难道我们鼻子都是水吗？我们是傻鼻子吗？重点是，对呀，他放了高粱，你听他这样讲，对，他那保温瓶都喝光，好不好？你那保暖是杂结杂结，他是喝，而且比如说他是下掉，他是下掉啊，他整个是清空的啦。最多最多一天可以喝多少一瓶小瓶的？一整天吗？大瓶的可以喝1/3瓶。那等于快一瓶半的小瓶，就是一瓶多，对，一瓶多小瓶，但慢慢喝啦。我们刚聊烧酒鸡这一趴，所有朋友吃烧酒鸡已经不省人事。他要吃烧酒鸡，他有问你，他还说，他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配点清酒跟啤酒？这样子吃烧酒鸡，我没有别的菜，我才有下酒。但这样子的汤真的特别甜。对，那他眼神变了，他已经上瘾了，他确实上瘾，真的是，因为加水会稀释，加酒它会变。甜，对，他说会煮掉。啊，你只是喜欢喝酒，还是真的有这个瘾头？因为我晚上如果有一点咖啡因，像茶什么，会容易睡不着，所以我就会稍微喝一点点小酒睡觉，好睡。你这一瓶半叫做小酒？对，我的解释也是，他来讲是18度，不是每天都喝成这样。我有时候也是在家，就是喝红酒啊，喝红酒。来，你喝红酒，你一个喝多，你喝多少？你讲来，几瓶？他刚刚讲喝红酒，大概2瓶，2瓶啊，超多的。他才会去睡觉哦，超多，就是慢慢看剧然后喝啦。爆料成功，但是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鳄鱼那么大老远来上，对呀，这爆料很精彩，看来也辛苦。我们就剪刀石头布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四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对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这边不是五个人吗？五个人吗？你自己要讲完。1、2、3、4、5，而且你的颜色最像鳄鱼耶。对啊，你跟微风的颜色都很像。数只，数只，好，数只，最多五只。不是数只公平吗？这个游戏。那先讲好从哪边开始数啊？1、2、3，好，讲好，讲好。要过去亲一下啊！数只，数只，1到5只。好。7、8、9。10、11，从你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等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他的仇人，因为我买过 Hermes 鳄鱼包。对对对，我爱你。好了，看他什么怎么。好，你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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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一下。我们。你不要动。亲第一个。准备，不要转过来哦。谢谢仙哥，为综艺大人们付出这么多。自己爱玩，你这样嘴巴就是贱。对啊，自己爱玩，他就是这么损嘛。